竹升面，它是广东那边的特色啊。它这个还很贴心的给咱们送这个拌面包，还有这个汤面包，还有这个粉包，就是配这个面吃的。不要看它这个只是这么一小包，这些一大份都是这一小包煮出来的，而且它特别的劲道，爽滑不坨。嗯，只有我的拳头这么大，就这么多，一大碗。然后我里面放了一包这个酱包，煮面的时候放在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又自己煎了一个鸡蛋，放点葱花。它这个面细，但是很筋道 Q 弹，也不容易坨，特别的入味，好香呀！这个汤，嗯。